系，你是怕会忘记是？还是我帮你写下来？没关系，你要不要我把药单给你？好，你待会把药单写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写下来给你。好，抗血小板凝集的，然后胃药，然后这个啊，是你们之前好像在家里有在喝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水剂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原来在家里是在吃的，那你们有带来吗？医院，我找不到了，因为我是那个药都交给。那个医院又还给我，那现在看那里面没有这个药，找不到这个药就对了，不知道在哪去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先开这个定剂的，它是一样的药，对，只是它有分水剂跟定剂。那这个会不会对他来讲会不会太大颗啊？他可以有办法？他全部都是用磨碎，所以我全部把它磨碎就可以了。对，好，可是这个药啊，它里面哈，我跟你讲。它是特制的药，它是颗粒状的。对，它不能磨，这个不磨。对对对，所以 OK 吧？大家都没有磨，它是黄色的。对。那我们吃很久了。好，那我就帮你磨了。一直那个都没有磨。我这就帮你磨掉，对，好不好？是。那磨我再拿给你。好的，感谢。那就先帮他准备开水，好吧？啊，好的，谢谢。这是饭后的药吗？对，现在就可以吃。好，谢谢。现在磨了就可以吃。好。